我就去把他的那个奶粉拿起来撒在天花板。你等一下，那奶粉是哪来的？我奶奶在喝的。可是 我除了撒那个，我也要撒痱子粉啊。玩一玩之后会很安静，坐在旁边看奶奶喘气。什么东西？我会看他摸呼吸。我小时候很不乖，然后那我们家窗帘是一大片会整个降下来，然后到床头柜。你可以说我们家是落地窗，谢谢。哦，我们家是大落地窗，然后我就跑去拿那个以前裁缝的那个小剪刀，我就嚓嚓嚓，我有一个小洞，然后把那个电灯关掉，然后外面光透进来，就哇，好像星星哦，然后就去剪窗帘。你一直剪？对啊，剪窗帘，这这这这这这这，然后我妈看到啊，然后我就遭殃了，我就被拿一个橘色水管狂打，呜。我以前小时候会把那个，我奶奶不知道为什么都会在浴缸捞一点点水，她就留一点点，然后不把它那个塞子拔掉，让它漏干，她没有，她就留一点水在那里。所以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把肥皂丢进去泡泡水，然后被奶奶揍。好、哦。然后我以前去把她的那个奶粉拿起来撒天花板。你等一下，那奶粉是哪来的？我奶奶在喝的。你为什么拿来乱撒？你想让家里生蚂蚁是不是？难怪我觉得我黏黏的。你是撒在哪里啊？我撒往天空上撒。你在室内？我在室内啊。你在想什么？我觉得很好玩啊。可是我除了撒那个，我也要撒痱子粉啊。痱子粉撒在地板上滑来滑去很好玩。所以你就把痱子粉撒满地板？对啊，然后用脚滑。你用痱子粉溜冰？对啊。你有穿袜子吗？没有啊。你没有穿袜子怎么滑、啊？滑它很滑、啊。他撒在脚上面，刺脚，他撒很多地板。你要撒很多才可以吧？对啊。你没有穿袜子的话，你刺脚，你要在地板上滑，你痱子粉应该撒超多。你是撒整罐是不是？就撒到白白的、啊。喂。你有被扁吗？没有哎、欸。为什么玩痱子粉？因为我弟被扁。你弟？为什么你弟被扁？因为人家以为是他做的。你妈以为是他做的。对啊。啊，你有帮你弟伸冤吗？没有，那时候跑走的。你装死哦！我那时候玩完之后就好，我不要玩了。然后我弟继续玩，哒哒哒哒哒。然后嘞？然后就被扁了。你妈回来看到你弟在玩，对 啊你有没有说没有啦？是我傻的。没有啊。不是你弟，我一定恨你。就看到你又有在那边乱撒，啦啦啦啦，然后在上面滑啦啦，然后你就走掉。你弟说：“哎，我要来玩啦啦。”然后你妈冲出来扁他。啊，你为什么不帮你弟说话？嗯，你为什么不帮你弟说话？他有玩哦。你有份、哦，可是又不是他傻的。我洗干净了。是你玩完去洗完脚了？对呀、啊。好哦，你好棒哦。我好棒哦。你好棒哦。帮弟弟 QQ。你弟弟好可怜哦！他好可怜哦！哦、oh, ，你好强哦！还好不是你弟弟哦。Oh, 但我弟弟好可怜。对，这让我想到之前 YouTube 有一个留言说，好想让小美当我的姐姐，真的感觉小美好有趣哦、oh, 啊！他天，他如果看这集剪出来之后，看到这集他就会后悔了。你会后悔？可是我真的，因为我跟我姐差更多岁，我跟我姐差到六岁。所以我以前都自己玩。你都玩什么？我都自己找玩具玩啊，我都没有玩具，我都只能自己乱玩。你说我玩窗帘或是玩痱子粉？对啊，然后我会把那个圆形小椅凳翻过来，然后在里面煮菜。那用什么煮菜？用那个家里的那个餐具啊，假装自己在煮菜，嘟嘟嘟嘟嘟，然后没有菜就去撕卫生纸，撕卫生纸，还有广告单，撕一条一条的。你看吃面。然后在那边煮，然后我因为这个东西就不会危害到什么嘛，我妈就放我在那边玩，煮很多面 ，DIY 玩具，对啊，然后我就会炒一盘去给我妈吃，哦，好好吃 哦，对啊，然后我后来就是觉得，哦，好好哦，外面都有人在煎鹅啊煎呢，鹅啊煎好怕玩，那个 L 型的那个铲的，嗯，我知道，就 L 型的那个铁铲，啊、铁铲啊，那我就说，哦，好好，我也想要 L 型铁铲，然后我就把那个电板拆成一半，然后把它折成 L 型，那鹅啊煎。哦、好有趣哦！对啊，我的玩具都自己做。然后，嗯，所以以前你都没有特别买玩具来玩。我没有钱可以买。哦。对啊，家里没有钱。
差点被送走呢，差点被送去安养院。不是安养院是老人，那个叫什么家福中心。为什么你小时候差点被送去家福中心？因为我爸挂了。那、啊、你爸挂了，为什么会被送去家福中心？因为我们家没有钱钱呢。如果被送去家福中心，就小朋友还那么皮。然后我以前因为我妈妈工作，然后我都是给奶奶带比较多。嗯，我奶奶在睡午觉的时候，她就叫我去房间，然后我就在那边玩嘟嘟嘟，然后堆骨牌，然后推倒耶。然后有一次就把所有骨牌就都堆得很好，堆圆形，堆很多很多造型，啦啦啦。然后我奶奶在旁边睡觉，然后就叠完之后就跑去叫奶奶，奶奶奶奶奶，起来看。然后我奶奶躺，然后就看我，然后就推倒，咦，哦，你就乖嘞，然后就继续睡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哦耶，好开心哦！奶奶看到我的骨牌了。对啊，然后我有时候玩一玩之后会很安静，坐在旁边看奶奶喘气。什么东西？你我会看她，我会看她有没有呼吸。你说你在检查你奶奶有没有呼吸？对啊。你小时候？对啊。你就盯着你奶奶看。我就看她呼吸。哦，她有在呼吸。啊，所以你很怕他死掉是不是？对啊，他就会常去翻他的小桌子，那个抽屉拉开，里面就有什么戒指啊，什么金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他就会有时候拿出来擦一擦，看一看。他就常常跟我讲说，我以后死掉吼，你要给我戴这个他最喜欢的戒指。他就一直讲，我说奶奶不会死啊，你不会死掉的。哦，虽然有可能印象中就觉得奶奶可能哪一天就死掉了，所以我都会玩一玩，然后去看，坐在他床检查奶奶有没有死掉，坐在床边看有没有死掉。好哦，我小时候也会去看老妈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在呼吸，对不对？你看又不是只有我，我们很担心她突然就不。嗯，我就不会。你不会？我睡觉就睡觉啊。你都不会怕忽然间就不见了？不会，我没有，我不会担心。我妈很凶哎、欸。哦。对啊，她是女强人，她不会突然死掉的。女强人是不会突然死的，就跟我也觉得我不会突然死掉一样。哦，可是我觉得我睡一睡就死掉了。我有时候睡着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说，我睡一睡可能就再见了。不会好不好？我开个门就醒来了，再见你个头啦。哦。我开个门，我开个门，啊啾一下，拿个东西你就醒来了。好哦。影片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副频道。还按一下喜欢。好，麦棉，大家麦的棉呢、啊？麦棉。快起床了，男人。快起床了。哦，现在是早时啊，12点。我无中昼哦，我快起床。为什么没有反应？快起床了！